好，那就看哪一个。我这个看完，等一下我要准备看恐龙来了。你看，爸爸，我喜欢土星，还有水星。还有水星。爸爸，为什么这个里面有鸭鸭，还有游泳池啊？土星在里面。哦，他就是说土星，他有一个土星环啊，就是这个圈圈的意思啊。圈圈。啊，然后周边有一些卫星。有呼啦圈。对呀，很像呼啦圈，对不对？对。不是假制品。不是蒋志平对不对，爸爸？蒋志平是谁啊？老爸啊。蒋志平是老爸。这个。哇，这里还有银河哎。对呀、啊。这每一个亮亮的，就是代表这样一个星球。很像哪个啊？就是有很多颗星球，所以它有数不清的星球哦，很多很多。那这个呢？那个是卫星。我说这个东西黑黑的。那个是小行星。小行星。对啊，小行星就是在宇宙里面飘的比较大颗的石头啊，就是小行星啊。哦、像陨石吗？对啊，跟陨石差不多。陨石差不多。对啊。嗯哼。嗯哼。我忘记看恐龙时代了。那你把这两本书弄好，我们来看恐龙时代吧。耶、yeah! 好、哦、要说好下次再来一起看书哦。好，那你再来跟我说火箭的历史哦。好。哎，那本两本书要收在哪里？要放好，下次我们才找得到。我也放在这里拿的。好的，要看考。